常窄的，非常难折，是啊，太窄了。像一块披萨。但是，就觉得坐飞机盒的人也是蛮，蛮脑子蛮好的，因为不是它窄的，一般的那种飞机盒它是直接就宽度宽一点的，它是直接就是直接这里扣的嘛，但是这个窄的它应该是扣不住的，所以他们是这种扣的。嗯，一个保险一样的东西。对，卡扣进去。就这样，这个就不用那个了，就不用封口贴了呀。